察组有通知他说哥哥在大陆有案件被拘留，然后现在他有收到国外，就是大陆那边自称是他们保安还是警察，寄了一封信，然后要请他汇款，然后汇的账户应该是这个人的个人账户。哎，对，我跟他说，因为我不知道说在台湾拘留或是在大陆拘留是一样，就是家属还是要给生活费还是？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家属在那边如果犯案被捕的话，我们是需要做些什么？有需要汇生活费还是什么？好，然后有的吃有的喝，不需要额外的生活费，我们不需要主动给的。好，我了解了，谢谢你，公安大哥，谢谢。对，专业的，感谢你。